我猜应该是第八关呐、啊。但是打不打得赢王就不知道喽，打不打得赢王我就不知道了。第八关应该是 OK 了，第六关不会吧？这么的那个吗？这么的看不起我们吗？我们四圣界，四圣结界，这个每个人自保能力都很猛的呢。OK，反正我们就找个位置卡，我们就躲角落吧，躲角落吧。等等，都躲右边角落好了，躲右边角落，这边。来，这边。啊，这第一层这倒还好，我们就等右边角落了。现在第一层倒还好，等一下就是要好好的站着，要好好的站着这样子，OK，这样应该可以啦。我坦，然后我就一直开那个，但是你们也要帮忙输出啊，也要帮忙输出啊。啊，这边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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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这边就已经是角落了，没什么问题。我这个第二层我就先不要浪费那个了。先不要浪费我的磨平卷啊！你们等下也可以帮忙输出啊，也可以帮忙输出，或者是比较猛一点的，卡在里面的法师直接发火球，这样子怪物就打不到你，有没有？这个也是可以啊，直接发火球，然后怪物打不到你，那一直卡在外面，也是可以。金豪就靠一次，第八关再输出，前面不用打了，没差。对，你们不用打。哦，他靠一下火风暴，然后进来也是不错啦。反正怪那么多嘛，你靠个火球，他如果要打你，又不是每一只都是近战，哎，每又不是每一只都远程，有没有？还 OK 啦。哦，那往右边吧，往右边，大家走进去。第四关哦。你们自己血量要顾好啊，宅飞顾我就好，其他的要顾我，不，其他的顾自己。哎，我目前好像这血量好像很稳呢，要求为什么我们之前打得头破血流，三法师真的轻松虐，真的轻松虐。第五楼了，你开个磨平卷压压惊呐。哦，我的圣戒要帮补一下了，可以，有圣戒。宅飞，我帮忙卡一下。好像还可以哦，好像还可以哦。我们要进入到第六楼了，而且我们的血量基本上全满的状况下，哎，他跑这边就好，跑这边就好，就是找角落卡，找角落卡。磨平卷按起来，这个血量看起来是完全是 OK 的，而且他们的磨量也是完全 OK 的啊。哦，直接跑！哇，有人硬起来了，7楼硬起来，忘记带那个哦，你忘记带圣洁之光哦，抓到，你没有做好准备，你还没准备好。我先不要开 auto 好了。为什么这只打不死啊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为什么这个打不死？等一下，这打死了，这样子我才能卡进去啊。OK，奥尔丁直接在这边，直接打，在这边，直接开轰！又有人硬起来啦，又有人硬起来啦！自己补自己啊！你要死？哎，赢了！捡起来！过了！耶！咱们过了！魔法我要避啊，捡起来。OK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没有那个啊，没有助舞啊，没有助舞。过了！耶！三法硬 A 流啊，我们这是硬 A 流啊。
三法印 A 流，我快要笑死，三法印 A 流。感谢刚刚那个乡下来的跟那个花野风啊，感谢你们，我们达成成就啊。你如果是真的是有固定的团队的人的话，每天都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还算不错啊。谢谢收看，记得要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哦。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小P的消息，欢迎到 Twitch、Facebook、Line at、Gameplex 上面搜寻小P的账号。OK， 那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小P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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